咱即摆来讲一下趣味的代志。好、哦，笑谈。咱来讲有一个阿伯啊，吼、哦，这个阿伯咧做事人啊，做事的人。这个阿伯已经100岁啊。好、哦。啊，但是哦，虽然讲100岁的人哦，唔过看到还佫真勇。100岁身体看起来还佫真勇哦。警察是讲这个阿伯啊，吼。行动较不便，手链小可有拿一支拐啊，吼、哦哦！啊，但着新闻记者来底甲伊访问、嗯，因为这个阿伯啊，吼，又种着种稻啊，吼，得到这个最佳的品种奖。哦，以前的稻啊有得奖的对啦，哈。前伊的这个研究的稻啊，吼、嗯，种了安尼吼真成功，啊，这稻啊稻穗吼，啊，这切啊就对啦，真大粒安尼啦，吼。真巴水，真大粒。啊！记者就来问这个阿伯啊，采访这个阿伯啊，看有什么款闭关哦。啊，这个老阿伯啊，吼，100岁，这个老农夫啊，伊就吐一个大亏啦，吼。哎呦哇，一代不如一代啊，真见笑啊！啊，互恁记者来咧甲我采访吼，我是感觉足歹势啊，足见笑安尼啊。系安尼讲。嗯。来讲什么一代不如一代？伊干嘛讲吼？今仔互记者访问足见笑。嘿，尾啊，这记者嘛想无啊。哈，啊，迄阵啊，这个老农夫伊才讲啦，伊讲吼，哎呀，伫阮阿爸迄个时代哦，阮爸迄当阵种出来米哦，一粒像迄拳头母遐大粒啦，哈。哎，我即卖种甲这像土豆仁安尼，哈哈，这见笑啊，这甲人袂比的啦，歹势啦。啥物啊？这老农夫100岁老农夫。讲迄个话嘛，未免收过臭蛋。讲因爸迄个时代种的稻啊，一粒参像拳头母遐尼大粒。头啊，记者吼，甲小青啊同款，推推啊。嘿。当作这老农夫是咧讲笑话，我那无啥要相信啦吼。因为这个老农夫吼，伊种出来稻啊，一粒都像个土豆仁遐大粒。嘿呀。伊即马讲对因老爸袂对，因老爸种的吼像拳头母安尼啦。老农这个时阵看记者无啥物相信呢，伊怎啊甲伊记者讲，我叫阮爸出来互你访问。啊，因爸搁伫个哦。爸，我来啊，准备催我。吼、哦，因爸。这声来有力。你听这丹田讲话有力。因爸，嗯，在咧发声，足有力的，讲我来啊，准备催我。哦。这个新闻记者看到因爸行来，嘿，吼、哦，哪会安尼？哟，他会颠倒病，哎呦，看起来佫比后生较少年。嘿，因后生一百岁，牙乖啊，因爸脚手还佫足勇，行路佫偌紧的哦。吼！哎呦，太安尼，因后生已经一百岁，啊，因老爸你啊受伤，佮无嘛，佮有120岁以上，啊，佮拢爱脚手勇行。你莫佮要几岁，反正因老爸爸。伊囝一百岁，因老爸绝对比伊足济嘛吼，赢伊真济嘛吼。所以迄个时阵，这新闻记者看着拢火气，啊记咧新闻记者伫娱乐讲因老爸吼、哦嗯，啊甚至这个时阵，就讲啊甲请教讲吼，啊这个老先生啊，啊恁后生咧讲你较早种的稻穑吼，像拳头母遐大了，敢有影？嘿，哇恁还熬什么闭关？嗯哼，啊因这个老爸听咧吼，吼、哦。总啊笑笑啊讲啦，伊讲，你少年人，我冇看过大大放屎，阮老的种一种土豆林，你遐大尔，你来采访，我种的米哦，像拳头母遐大，我来见笑甲要死啊！那讲到种米，到阮爸上牛啦，阮爸种的米一粒敢那米篮咧。这阿伯讲话安尼淡定有力无？你听看咧吼，足有力咧。差因后生，我差偌济啦。新闻记者听着嘴也开啊哈。这个时阵哦，都远有一个人哦，在弄啦，伫遐伫弄来哦，用走的，用走的嘿，敢那今仔日运动的款啦。嘿嘿。好啊，怎啊走我来呢？嘿。啊，这当阵哦，一个叫我阿爸，阿爸，无来啊，叫阿爸较无力啦，阿爸。阿爸，啊一个讲阿公啊！哈、啊，这两个人，这两个人看到用走的来，迄个人一个叫阿爸，一个叫阿公哦。一个叫阿爸，一个叫阿公。哎呦！哎、啊，你爱叫阿祖。哦。你爱叫阿祖，你听无啦？我爱叫阿祖。哎、欸、啦，我爱叫阿祖啊。啊，你知道这什么新闻无啦？安尼我知影，这个路尾用走的来，这个就是比拄只迄个叫阿公迄、那个较大，伊就是迄阿公的因老爸。因后生因孙啊啦，安尼得啦啦，就是专门这个用走的，这个就是阿公啦，会惊未？
惊。愈坐会愈勇了，对。哦、阿公用走的，啊，老爸用行的。阿孙的。阿孙的也乖啊。可能阿孙的食伤济款。